我请你去看中医啦。阿好啦，是袂去倒位看。阮朋友讲哦，啥路一间看，下久看了就到的。阿无，我打电话去公司请假，我带你去看啦。阿舅啊，打你请假嘛袂用的，啊，厝内两个囡仔无人顾，佫较袂用的啦。阿无，我叫阮朋友带你去看，我留伫厝顾囡仔。 喂，锦绣，希望了。关心哦。我今晚得带爸，暗时也得当等下厝哦。啊，真是嘞，安娜这临时。是啊，我等下开一个会啊，然后得当放几礼拜饭来吃哦。好好好，安尼我甲阿母讲哦。啊，妈妈不打爸妈。是啊，爸爸回来之后就可以带你们出去玩啦，高不高兴啊？高兴。哎呀，好乖哦。 阿妈回来了，你们在这乖乖的哦，哈。阿婆，我去等下啊。哎，啊，看你安怎？医生是安怎讲啊？伊讲哦，我这已经是老尽头啊，爱慢慢啊调养啦。哦，对了，阿姨开一个药方给我。 叫咱去药房挑药啊吼，啊摕转来怎啦？那恁我即摆是去药房替你挑药啊？嗯。对啦，阿母，关心讲哦，伊今日因暗暝赶转来食暗顿。真是嘞哦，伊暗是要转来食饭。嗯。那恁我赶紧来去灶间哦，传一寡伊爱食的物件。 阿锦秋去贴药啊，咱再久也袂转来。哦，可能佫坐去别位办代志啦，咱先来遮。哦。阿舅转来啦。哦。锦秋。大嫂，安内安内啦。哦，我都桥都拜无说，你去出道啦。啊，跋到安尼。 咱无先卡一个电话转来啊！我都想讲无要紧，啊，我家己就会当转来啊。我带你阿朋友去互医生看啦。唔免啦，免开钱啦，药我买来就好啊。啊，无我来摕药箱。
喂，你好。啊，好，等一下啊、哦，等一下，你的电话。啊。喂。是。是。好，我知道。啊，是安怎？部队过代志，我等者就要赶回去。你即马就要赶回去？是啦。洗就好啊，哈！不要妈妈去，去给阿妈洗啦。不要妈妈去，我阿妈给你洗啊！来来来来，行，行啦。哎呦，小珍，啊，你来这么无听话啦！啊，我跟你讲话，妈妈卡在遐，阿妈给你洗就好啊。小珍，你不要再吵了。好啦，你给你妈洗啦。阿母，啊你哪呢啦？小珍在叫你洗，你哪会当对伊哪呢啦？阿母，大嫂，我陪你洗身躯啦。对你发脾气，你这么久才回来一撮，我心情不好，跟你讲讲不好。当然，现在我脚在疼，你都还回去金门，也无时间好留来。我是会当跟你发什么脾气？我是一个军人，我嘛知影你是一个军人。自从跟你结婚了后，我就常常跟我自己讲，嫁予军人，爱认命，爱坚强。这几年来，我嘛一直忍耐，一直要自己做一个上坚强的人，不管遇到什么代志。我拢爱甲打落来，袂通倒落去。啊，不过你敢知影，这个打，我真是打了足辛苦的。我知影你足辛苦的，看到你安尼，我就唔甘的。啊，不过军人这条路，起码已经。骨签落啊，咱干来当继续行，我都够后悔啊！
咱即马干来当继续饮奶类啊。我先等部队。是一个普通的查某人，我无法度一直拢是遐尼啊坚强。忝的时阵，我嘛需要一个人，互我瓦口。命运会在爱的怀中运起风。我这么疼孙，还阁有心不发到这么大细声。我敢真正做个这么无价值事，春天播的秧化为秋天。我想问听我关心啊，咱现在有两个囡仔，每个月还要立这间厝的贷款，都要靠你跟我的薪水才能免强维持。啊，搁再讲，咱嘛有讲过，爱照顾这小弟小妹，甲因会当独立，咱才会当放心吗？敢讲，连一点转变的机会拢无啊！关心嘛，捌想过要替我，是我家己无答应的。即马，我还搁有啥物好怨叹的？什么事啊？我肚子饿了。阿妈嘞？阿妈不在。阿妈不在。来，妈妈做饭饭给你吃哈。你们看，阿妈把饭饭都做好了。小英带妹妹过来，妈妈帮你们添饭呢。是不是还在生气啊？哪个这摆袂回来？小英，妈妈现在出去找阿妈一下，啊，你一个人在家顾妹妹哦。哎，大嫂，你脚骨咧疼啊？哎，是哩，你回来了拄仔好。阿母自中拿出去，到即摆还袂转来，咱紧来去找伊啊！紧来。哎，大嫂，你脚遐无方便啦，你坐咧，坐咧哦，坐咧坐咧，我来去找啊吼。嘿，阿六啊，啊你向公公是要去倒位啦？我要去找阿母啦，大嫂跟阿母出门几下，无拢还袂转来啦。哈，啊哪会安尼啦？我来去阿母顶界哦，胖婆去的所在找看卖。但安尼，我去伊早公园看卖啊。哎，等下，啊，不过阿母抱你这边这么久啊，阿妈行转去遐，路还无熟，哪有可能？对啊，而且阿母哦，最近下骨骨夹起啊，一定夹袂远，应该是踮附近尔啊。我知啊，我知阿母去倒位啊。伫倒位？一定是去布花边啊。哪会伫布花边啊？阿母讲吼，迄个所在你看到水，会当让伊寻到朋友啦。好好好，阿玲，咱紧去找，呀。早来啦，阿母，你莫生气啊！
行，咱来回去好无？阿母，我唔管啦，你若无爱回去，我拢无爱回去。阿母，我知影你真侪委屈啦，啊，不过你若无回去，大爷真歹做人啦。好啦好啦，我也无代志，我干那出来行行安尼啊尔。阿母，真的吼，你若无代志吼，阮就别阁甲大嫂计较了。天要暗啊，紧来转啦。阿母，啊，你去倒位啊？大嫂啊，阿母只是去半海边行行啦。哦，回来就好啊。啊，恁大家一定巴肚枵枉吼，紧去食饭啦。我袂枵啦，恁食就好啊。阿母，阿母。大嫂，啊，你先吃饭啦，阿母忝嘛，我先来去陪伊。大嫂，阿母，吃饭啦。大嫂，我一直足尊重你的，啊，不过我嘛无愿意看到阿母伊心情无好。我爱忍耐，我爱忍耐，我袂当生气。伊是因为感觉阿母受到委屈，才安尼对我。我袂当生气，袂当生气。大嫂，啊，你哪会这早就起来啊？啊，都唔知安怎，规暗睏袂起啊。大嫂，啊，你是不是因为昨下的代志，还佫一个？无代志啦，无甚物代志。我食饱，先来去上班啦。哎，大嫂，啊，你昨晚无睏，精神无好，今仔日我替你请假啦。没用你啦，我娘人先生哪会当去定请假，无去上班？大嫂，你等我啦。大嫂，大嫂，啊，你脚条莫骑车啦。啊！你脚够咧疼，莫行遐尔紧啊！
我要赶时间，上班袂当迟到的。大嫂，阿昨大家对较无礼貌的所在，你莫藏伫心肝内啦。伊毋是超过伊的啦。袂啦袂啦，无代志啦。状况袂用让大兄知影，我阁会当甲啥物人讲的？丽姐，我下六啦。锦乔，妹妹，啊你哪会来？嗯，啊你袂记哩啊？今日要改收花仔钱。对吼，我煞袂记哩，你等一下。奇怪。我要给你的花仔钱是放去倒位啊？锦秋，那是安怎啦？啊，平常时钱家的代志你记得上清楚，哪会今日放袂记哩？我唔知，啊哪突然间拢想袂起来啊？锦秋，你是有心事？无啊，哪有？有心事你会讲给我听，讲出来啊！我都跟你讲无啊。妹妹，我即摆就无用，你想卖吵我啦？好啦，锦秋，你代志先卖做，你即摆先放我轻松，好不好？烦恼，我袂当好烦恼。袂啦，锦秋，你即马先放我轻松，吼，没有代志啦。锦秋，你妈没啦。我甲新妇斗阵到安尼啦。啊，以后日子是要安怎搁过落去啦？阿母，丽华，阿母，丽华，你哪会走来台中啦？啊，我着听阿六讲你心情无好啊，我着紧赶来看你啊。阿母，是啥物代志啦？哪有啥物代志？母，你着莫搁捂住啦啦。大嫂伊较少年，讲话较紧，个性嘛较直，若是有去甲你伤着，反正伊家己嘛毋知影啊。啊，你搁一直安尼捂住落去，对身体嘛无好嘛。我嘛无想要甲伊计较，啊也毋过。阿母，大兄拢一直伫咧军中喊咧转来，啊大嫂伊一个人，就敢若嫁予咱这个大家庭，每一个人伊拢爱去适应，嘛真辛苦啊。就亲像我啦，即摆刚好伫咧国外咧做事业，啊我一个人带两个囡仔，啥物代志拢爱我家己来，
所以我即摆会当体会大嫂的心情。我哪会袂了解嘞？啊，较早恁阿爸嘛是军人，啊，厝内大细汉的囡仔，拢是我一个人在请养的。我就是知影伊辛苦，而且答应讲来台中帮伊照顾这两个囡仔。啊，但伊的个性，我会忍无？我就已经尽量在忍嘛。啊，若无，我还阁会当安怎嘞？阿母，好啊啦，会当体谅就好啊。安尼哦，就莫阁生气啊嘛。行啦，咱好转来穿暗顿啊，因大家拢要转来安尼。我客家小炒啊，嗯，这方面嘞，这是阿母哦，专工要炒给大嫂吃的啦。阿母，阿无代志啊？别闹，什么代志啦？啊，一家伙带到顶，看需要看过眉心。阿母，无代志就好啊啦，安尼阮就放心啊啦。来，小声吃饭。大嫂，大嫂，大嫂今日吃吗？来，大嫂，吃多了，我来代班。来，大嫂。大嫂，阿母今日哦特别炒一盘客家小炒啦，足香的哦。吃看麦。对啊，大嫂你看，阿母足敖的呢，阁会晓炒客家小炒呢。大嫂，阿好食无？就好食。阿母你看，大嫂嘛讲好食呢。阿母煮的当然好食。那是连外口的餐厅吼，都无法度比的哦。你去食着味着，啊，嘴这么甜，啊，逐天讲遐有诶无诶，让我这么欢喜着。阿母，安尼真好啊，规顶哦，若有法度安尼，逐天互你欢喜，你就会当健健康康活到一百岁啊。阿母，这鱼仔哦，是我伫菜市仔听头家讲，对皮好乖呢。你爱加食过？阿舅，你唔免特别去买海鱼啊！啊，即摆哦，我什么鱼拢食惯死啊！哦，阿母，你当时变了遮紧啊，已经什么鱼啊拢食惯死啊！食饭啦！大嫂，我要回台北啊！这么晚要搁回去哦？大累啦，明仔载才回去。嗯，好啦，厝内搁有两个囡仔在等我嘞。梅花，真是足多谢你的。拢是一家伙啊，累着说多谢啦。我是感觉哦，阿嫂你较辛苦啦。人讲哦，长嫂如母，伫咧这间厝内底，你的地位就敢若这阵小弟小妹阿母共款。厝内底哦，每一个人大大细细人行代志，拢爱你去发落去安排。若是话做我做人的大嫂，可能就做袂到啊。无啦，你莫安尼讲，啊，这是我做大嫂应该做的啊，我还做了无够好咧。大嫂，你已经做了足好啊呢！咱家今仔日会当团圆，拢嘛是大嫂你的功劳啊！无影啦，啊，这拢是恁大兄应该为恁做的啊！若是无大嫂你的度量，大兄哪有可能会当为这个厝做遐尼侪代志？你实在足辛苦的，我感觉我足佩服你的，你实在足了不起的。
只是希望阿母要有遐个小姐当了解我，安尼就算我做甲较辛苦，嘛是有价值啦。